我做的一切，都是找出巢石的关键，一定就藏在心爱萨拉的废墟中。祝你好运了。我们城市里间真没想过能再次走在这些街道上。 你们居然想利用这些古早时代的东西，真是有意思。是艾萨拉，他发现我们了。这是我的国度，小朋友。那沙卡尔任何一个简单的小法术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我是苏拉马尔的首席秘法师萨利瑟拉，你可不是我的。你们居然想利用这些古早时代的东西，我真是你是谁？ 没礼貌的小萨利瑟拉，是艾萨拉，他发现我们首席秘法师，这是我的国度，小姑小啊。那沙卡尔任何一个简单的心爱萨拉非常吸引人，但是请小心，我是苏拉马尔的首席秘法师萨利瑟拉，你可不是我的女王。我知道，继续前进吧。 不要因为艾萨拉的花言巧语而分心。首席秘法师，野心真是不小啊。心爱萨拉非常吸引人，但是请小心，在我正式接见你们之前，如果发生什么意外，那就可惜了。继续前进吧，不要因为艾萨拉的花言巧语而分心。 意志决定力量，别轻信他人。等通讯网络重建完毕，我就能用这些装置跟你保持联络。我们可以利用水晶进行远方通话，需要与我联络的时候就再找出其他水晶。逐渐成型，他还有很多想给你看的东西。 你牺牲掉心爱萨拉，全体人民，就只为了满足自己，为了取悦你那邪恶的主人。我才是这场交易的主导者，是我让我忠心耿耿的子民得到了伟大的命运。你们还看不清真相，但终究会看清的。你们终究会。看来我们命中要害了，继续搜索下去吧。 萨利瑟拉，你是来欣赏精灵贵族的手艺，还是来看看你的狂妄带来的后果？苏拉马尔反抗过艾萨拉，要不是我们英勇无畏，燃烧军团就会征服整个艾泽拉斯。当重重战火在卡林多肆虐的时候，你没挺身而战，反而把自己隔绝开来。看见底下的臣民在争吵，真令女王伤心啊！ 再怎么争论都一样，因为最后你们都会臣服于我。艾萨拉，放心，我们会好好联手对付你的。看吧，我们取得共识了，亲爱的孩子，不管是出于自愿，还是支离破碎。
你们都会臣服于我，只是迟早的事。山蒂斯，我们得封住苏拉马尔，才能保护创世之柱不让艾萨拉染指。他现在手上只有潮石。我明白，只要在他手上一日，我们想获胜的希望就相当渺茫。新艾萨拉曾是世上所有魔法知识的中心，破除潮石控制的关键一定就在这片废墟里面。外来者，你在测试我的耐心，你杀了我的女仆，夺走我城市的财宝，你会因为这种傲慢的行为付出代价。你们偷走的神器可救不了你们，该来的怎么样都阻止不了，没人能阻止。快点来宫殿这边，你们很快就会学会尊重女王的正确礼仪。Aron Akana， 别清醒。我是银月城的摄政王，银月城再也不会由国王。我先整顿军队，我们在潮石附近会合。啊，你来得正好，看来他们想跟我们战斗。我好像闻到了女妖的臭味。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，从艾萨拉手中夺走潮石。他们的勇士手握苏拉马尔标枪，我们应该听听对方的计划。你有古董要卖吗？至少要有200年历史的。部落有我们需要。萨利瑟拉，我方部队无法应付守护者，我们会攻击附近的那家营地，帮你争取一点时间，放心吧。好，我们吸引守护者的注意力，让我们的勇士趁机突破他的防御，两人联手胜率比较高。听起来蛮吸引人的，就这样做。如果我发现你们在使什么诡计，就等着被我撕成肉片。格雷麦恩，你真厉害啊！可惜我们之前没机会在战场上面正面交锋。我们没交手过，应该说是幸运，杀掉你有点浪费。就是现在，勇士，把标枪射出去！再孤独无依了。我们击溃艾萨拉的部队，瓦解他对潮石的掌控。进入皇宫的路依然无法通行。可以用潮石的力量破除这道屏障，但是我自己控制不了他的力量。也许我们可以合作。我接受。
功了，开出一条路了。叫部队准备好，这次一定要了结艾萨拉。真高兴见到你，千万小心。我代表银月城欢迎你，银月城会再度繁荣昌盛，部落的勇士会把那家全部赶出这座宫殿，艾萨拉要为他做过的一切付出代价。联盟的英雄会阻止这个女王。洛索玛，我们不想和你们打，但是不代表我们会容忍你们干预。瞧瞧是谁来了，两个死对头想联手抢我的巢石，我真有天分，一次就了结了。艾萨拉，你休想阻止我们，你的王国会就此覆灭。阻止你们？哦，小宝贝，我干嘛要阻止你们？你们可以当作正式邀请，我的宫殿准备好了，各位，敬请大驾光临。好多人躺在海岸上，还真是壮观呢。